想不到你还会射箭呢，真是对你挺不了解。 没关系，以后慢慢了解。要学吗？我不会。我教你。 刚才给你讲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嗯，啊。那你试一下。 牵手正好，你放松点，不然会伤到自己的。曾听见马云和那段的回音，轻耳空灵是他们运行的轨迹。没关系，再试一次。 让我的心起不曾分崩离析，愿能再见你，纵然再见不到你。哇！中了！怎么样？厉害吧？